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存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存。请看大经课注第934页啊，934页最后一行啊，念老的注解，端心真意，执真心诚意，善护己念，远离三毒，不思邪物。佛告诉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我们大家的代表，告诉弥勒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啊，劝导我们大家，要是能在这个世间，特别是我们先前这个阶段，后面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越是困苦艰难，成就越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佛在经上有说，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一天，可以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什么原因？这个世界上修行太难了，极乐世界修行太容易了，容易就不稀奇，太难当中还能修，难能可贵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会退转的，经不起考验。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儿来，也未必能经得起考验，也不能保证他不退转。一个道理。但是极乐世界的人有话说方，决定不退转，什么原因？得
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的。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本愿为身，无量界修习的功德，这样的加持，他跟我们一样，也很难成就。求生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的好处，全凭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愿力功德。这是我们呢，发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，真正的原因。那我们希望得到这个价值。啊，端心正义不容易，就是大学里头所说的三纲八目，啊，三大纲领是明德、清明、知遇、知善。啊，大学一开头就把这个标示出来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知遇之上。啊，这是儒家教学的总纲领。总原则，啊，如求什么？求明明德，跟佛没有两样。明明德是什么？是明心见性。佛讲的清楚，儒讲的含蓄，你要用心去体会。明德就是自信，德是自信的，自信是光明的，自信是至善的，所以称明德。现在明德怎么样？不明了，被染污了。啊，明德不明了，不明就是变成无明。啊，佛法讲的第一个烦恼，啊，它本来是明，现在不明了。那个明就是明了，对全宇宙、万事万物，通达明了，就叫明。啊，自性真的是如此。所以佛法的修学求见性，只要见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，那就是明。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德，全明了了。啊，现在不明了，所以上面加个名字，明明德。上面这个明是动词，下面明德是名词。啊，就是自信，就是发现。啊，佛经上说了几十个名词，都是说他。说他为什么说几十个名词？这是佛教学的善巧。叫你不要着想，名是假名。老子说得好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所以佛用这种善巧的方法，讲了几十个名称，讲一桩事情，一个都不能执着，你才能够明心见性。有执着就见不到了，啊，有分别就见不到了。
必须让我们在听法，在学习当中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明明的。明德之后，这个明德起作用，跟大乘佛法一样，起作用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佛法把自受用摆在第一，他受用摆在第二，大学里头把他受用摆在第一，自受用摆在第二，他受用清明，清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佛家讲的慈悲，一片慈悲，清明是亲是亲爱呀，明是众生。对一切众生的情爱，这是明德起的作用啊，没有丝毫自私自利。自受用呢，至于至善。至善是什么？贤首过世，还原观上讲的四德，第一德就是知遇之善。他的第一德讲随缘妙用。随缘是四，就是清明。随缘是四。妙用是妙用不着相，随缘断我修善，没有把断我修善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这叫妙用啊，这叫至善。就是佛家所说的不着相啊，着相不善，不着相善，不着相跟性德相应，一着相呢就不相应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因果了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变成这个东西，这就不善。知遇之善呢？中国老祖宗传统教学，这是教育的理念，这是真实智慧。所以佛一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一听，马上就接受了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儒家接受了，道家接受了，中国传统文化是儒跟道，佛这也来了三结合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佛法把中国儒讲得更清楚更明白。用什么样的手段？总纲领、总原则知道了，用什么手段来落实？落实明德，在自利利他，自利止于至善，利他亲民。儒也不含糊，讲得很详细。落实在哪里了？
落实在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，就是此地讲的端心正意啊，诚意正心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这个平天下，平的意思是公平，地球上所有的国家、所有的族群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叫平天下。你看看这个指导的原则多么好，简单明了。啊，从哪里开头？从格物。啊，格物是什么意思？古时候，朱夫子讲这个格，格是研究。啊，无是万物，对万物要深入研究，了解它的事实真相。这个说法错了。啊，用朱子这个方法，格物，研究到最后，吐血了，答案不能现前。啊，司马光的讲法是用佛法来解释，讲的跟佛说的一样。司马光是虔诚的佛教徒，朱夫子读过佛经，听过法师讲经，他没有依教修行啊，不像司马光，司马光真干啊。司马光给我们解释格物，这个格是格斗打仗，跟谁打仗呢？跟欲望打仗，人有欲望，要降服欲望。欲望是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啊，要把贪嗔痴慢疑、自私自利打倒啊，不能受他的影响，不能是让他来主宰啊，要让这些烦恼习气当家做主，这个人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他天天制造轮回，他怎么能超越啊？必须要把他打倒，要把他打败啊！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啊，没有财色名利啊，没有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仗打赢了，打赢了就叫做阿罗汉。佛门里面阿罗汉就把这一仗打胜了。不再受外面这些东西干扰了。真心现前，端心啊，真心
真心清净了。啊，真心清净心，平等心。啊，一尘的一时念头。啊，善念恶念都没有了，叫纯净纯善，叫诚意啊。断恶修善，不着断恶修善的相，不起断恶修善的念头。他的心当然正啊，正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看中国文字正上面是个一，下面是止，一就止了。止什么？住在那里不动。全宇宙所有的现象啊，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都是动的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啊，他没有止，它是一念，念念相续，啊，佛在经上讲这个现象，只用了两句话，八个字。宇宙是什么？现在人说的。佛法的名词叫遍法界虚空界，是什么回事情？佛这两句话讲绝了，叫自性限量，不断之物，这个话都在这个经，在这注解里头。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慧能大师开悟了，说了五句话，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万法从哪来的？自信生。自性现的，就是自性现量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就是当下一念。啊，这一念呢，不断之物，这一念不断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接着，可是念念都不可得，所以用过无字的形容。啊。无不间断，念不这个不断之无，妙绝了。八个字，自性限量不断之无啊，这没人能说得出来呀、啊。他不入这个境界，他怎么说得出来？自心先量是说他怎么来的，啊，不断之无呢，是这个幻象，
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虚妄相啊，怎么建立的？啊，怎么存在的？是不断之物。缘起是自性现量，真妙啊！这八个字，这八个字也就把这个事出释迦法看透了。啊，世间法出世间法，这叫真相。是知道真相之后啊，相可以欣赏，可以随缘，决定不能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假的，你执着不到。啊，你不能，不可能占有，你无法控制，它是不断之物，而且每一个念头，啊，就是自心起的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，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叫三心不可得。这都是说明真相啊！既然三心不可得了，你一定要懂得随缘妙用，得大自在啊。随缘是恒顺众生，就是恒顺这个念头，顺自然的法则啊，顺众生的意念啊，顺众生的境界，知道它是假的，知道它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所以，他在境界里头，真正是不起心，不同。完全了解现前的境界是自性现量，啊，他的心是定的，自性本定，没有丝毫浮动。这个定，能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本不动摇”，这自性本定啊，这个境界里面，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这个智慧就是明明的。宇宙之间，万事万物，过去未来，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清楚。啊，代表的经典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释迦牟尼佛成佛所说的定中所说的，不是在人间，是笑成人不成人，
啊，小乘人认为这是伪造的，啊，龙树菩萨造的，是把释迦牟尼佛正德的境界一丝毫没有保留，全部说出来了。这一部大经，大龙菩萨，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，收藏在龙宫。龙树菩萨见到的啊，这些都是龙树菩萨告诉我们，他在龙宫看到啊。这部经分量多大呢？中国人计算这部书分量多大，是多少字？以每一个字组单位啊，《金刚经》5000页，全部经文5000多一点，论字数算的。印度不是论字的，印度论句子，不管长短，4句话就叫一个一首偈，以这个为单位啊。《佛华严经》多大分量？龙树菩萨说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，我们听不懂啊。他用比喻说，一粒微尘是一个记子，这一个地球有多少微尘？地球太小了啊！一个3000大千世界，3000世界多大？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。1000个银河系叫做一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，1000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。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银河系？10万亿。10万亿个银河系里的所有的星球，把它磨成微尘，啊，我们就把它磨成像面粉一样，啊，一粒是一手机。那就是10万亿个银河系通通磨成微粉，一粒微尘是一个偈，华严经有这么多偈啊，3000大千世界微尘偈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就是10万亿个银河系。这个经拉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放不下了，它太大了。一视天下为尘品啊，多少品？一视天下为尘品，人间天上没有人能够接受
分量太大。龙树菩萨看到这个，他本来很傲慢的，自己为了不起，看到释迦牟尼说的《华严经》，功高我慢，马上就止住了。自己真正惭愧，不能跟佛比，差太远了。所以这叫大本华严。我们六道众生没有能力接受，再看中本，中本分量还是大，依然不能接受，看小本。小本好像什么目录提要，一共有十万集，有四十篇，一想这个可以，就把这个小本传到世间来了。在我们中国翻译，华严不完整，也就它分量太大，传到中国来是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没传来。现在我们的华严经十万集，大概有五万集的样子，一半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在中国三次翻译，东晋翻译的3600集。三万六千集，唐朝时候翻译的，增加9000集，45000集。贞元年前，最后一篇《普贤行品》完整的到中国来了，所以总共合起来，差不多是5万集。就是一首偈是4句，5万乘4，20万句，华严经20万句，中国人称为6本，是小本的一本，龙树菩萨传过来一本，华严经的梵文原本没有了。这再找不到了。佛在定中27日中，也有说37日中，3721天。定中时间跟空间维持都没有了。定中没有时空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前后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。佛在定中说的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话要记住，你学佛就没白学了，你要承认，你要相信，你不能怀疑。你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，跟阿弥陀佛也没有两样，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是你迷了，你不知道本来面目啊！
你本来面目是佛陀，佛菩萨慈悲，帮助我们迷失了本心的人，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回复自信，如此而已。我们成佛了，本来是佛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教育以回归自信为目的。啊，真正回归自信的成佛了。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你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你一样也没得到，你所得到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自性里没有的，你得到一点钱没有，全是自性归无所得，无量无边的智慧是你本有的，无量无边的福报也是本有的，无量无边的能量也是本有的，一切相好统统是本有的。真的像佛所说的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所有一切法都是你自信现出来的。极乐世界自性现的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也是自性现的。三途六道也没有离开自性，通通是自性变现。善要修，恶要断。是我们现前的阶段，帮助我们回归自性。佛菩萨帮助我们，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，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，把回归自性的理念方法给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。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，我们要相信，不怀疑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这是信德里头的第一条。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要相信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八个字是净土宗的理论依据。净土宗修学，信愿持名，回归自信，道理在此地。你相信了就不怀疑了。大臣虽然说利他，但是首先要自利。真正的自利就是回归自性。回归自信就是至于至善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，这到顶了，至于至善。那这至善是什么呢？对于我们来讲，这个至善
就是信愿持名。我们要把心定在这上，万缘放下，信德慢慢就都透出来了。如果学佛不能放下，还是随顺烦恼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随顺烦恼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，那你是迷到底了。回头是岸。放下烦恼就是菩提。华严经上说得好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体接触，念里头分别执着，统统放下，就回归自性。那我们知道什么叫迷失自性，就是这些东西通通加起来，我们全都具足了，具足六根，具足六尘，具足六识，这就通通被染污了，这就是明德不明了。说到最后就是看破放下，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看破就是一切通达明了。一切通达明了是智慧，这个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学来的。学来的是知识，知识也是烦恼，也是障碍自性。佛教它做所知障。障有两大类，一大类是烦恼障，第二是所知障。你学的越多，所知障越严重。所以佛教我们就连学习经教也闷深入，不能学多。学多怎么学多？就受持所知障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只能学一样，学一样会得定，叫成就三昧。定起作用就开智慧，就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这是佛法教学的智慧，教学的理念，教学的方法，跟我们现在世界完全不相同。我们世界现在的教育知识理念也是知识，方法也是知识，知识有局限性，知识有范围，而且有后遗症。所以端心正念正意，这是关键的。世间法也讲这个，大学里是讲的，
格物致知，诚意真心。那我们现在最艰难的前面两关不能突破，就是格物致知。这两关不能突破，意不诚，心不正。啊，心不正是有偏心，有邪心，不正的。啊，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，善护己念，远离三途，不思邪物。这话太重要了，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。要保护自己的正念，正念没有念头，有念都是邪念。有见都是偏见，不正。怎么办？啊，没有遇到净宗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。心里想证，证不了，总是歪的。遇到正宗，就有办法了。啊，这就是底下一级大师所说的：直去菩提，明断心。不求于事，明正念、正义。啊，正义就是前面讲的真心，端心呢，就是前面讲的诚意。我们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把它打掉。善念、恶念、世间念、佛念，全部拿掉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叫诚意真心。啊，心里头存的是阿弥陀佛，随缘用事，通通是真心。这一扫啊，不求于事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啊，心中有佛，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谁？阿弥陀佛就是自己。中峰禅师讲的好啊，在西念法师里大家都念过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你看讲多清楚多明白，这就是诚意真心啊。有诚意真心，下面自然发展啊，家齐国治天下平。
肯作用多大。啊，今天世界动乱，乱了这么多年，多少人在那里想，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？真正懂得这个方法，懂得这个门道，世界和平需要多长的时间恢复啊？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3个月，现在潮州谢总在做实验，办传统文化的论坛，短期的7天，长期的21天，就把人教好了。啊，效果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7天能够转恶为善，21天能够转迷为悟。做成功了哇，他做了3年了，每年办不少次，办办了，效果非常卓著啊。他找谁来教呢？没有老师，没老师课怎么上呢？用光碟，好啊，多省事啊！啊，真正对传统文化有修有学的人不多，不容易请到啊。但是他们的光碟流通在外面很多。啊，大家一起在课堂里头用光碟上课，听完之后每个人一起分享心得感想，啊，认真去落实，去把它做到，真正忏悔。啊，过去参加黑社会的，现在忏悔，变成好人。啊，过去作奸犯科，现在要回过头来做一个正人君子。你看这个教育的效果啊，不需要人到现场教，用光碟就行了啊。这个方法可以提倡，光碟这些教材国家可以先指定一些人看，啊，与国家政策没有抵触的，就可以播放了。啊，如果能够在国家电视台开辟一个频道，24小时不断的播。我相信3个月，全中国人都得读了，
都受利益了，啊，社会问题没有了，能够把一些恶人都变成善人，把一些坏事都变成好事，啊，中国有救了，世界就有救了，不需要请老师去教。啊，用光碟就行。我们有经验，啊，我讲经，55年，前面20年没有录像，没有录音。啊，后面这45年，我们最初有录音的设备，以后有录像。啊，所以这些录音跟录像，有同学他们收集保存下来，有几十部。经论，过去讲的，啊，我要办班教学，培养集成如来大法弘护的人才。我不需要学校，潮州谢总这个例子就很好，啊，只要你掌握到原则，你没有不成就的，啊，不必在我身边，在我身边反而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你就学刘素云，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在家学，记住修学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，可不能有丝毫改动。啊，学习的理念，一门深入。尝试寻修，学习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刘素云的成就就是这两句话，他听懂了。啊，他说20-30年前他听懂了，他照做。只选择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我早年讲的，大概100多个小时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我讲过13遍。啊，最后这3遍讲黄念祖老祖师的注解，讲得详细。啊，讲一遍。要1000多个小时，以前没有讲注解，大概讲一遍的100多个小时、200多个小时。啊，他手上有一套我早年的光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每天听1个小时，听我讲经1个小时，这1个小时啊。一天听10遍，啊，10遍内容是1个小时，常识熏修。他用这个方法，这一部听完了，从头再听，10年不间断。除听经之外，他就念佛，
真正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他成就了。啊，方法真的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通了。他有悟处啊，啊，人到有悟处的时候，他展开来看这个经的意思，看得更深，看得更广。我没有讲到的，他看到了；我没有体会到的，他体会到了。啊，他来讲这个经，绝对不会比我差。成就了，啊，他讲得很生动啊，很能感动人的，啊，不必在我身边，啊，有缘一年，我们见个一两次。互相印证就行了。啊，这真正培养出来的人才啊。啊，记住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听经也是如此。听上一千遍、两千遍，开悟了。啊，听要会听，念要会念，要用真诚心、恭敬心、勤俭心。啊，不要想经里头的意思，听不要想言语的意思，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随他去，一遍一遍。千遍、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，自然就通了。那为什么？心越清净，越接近自性。到明心见性，怎么会不通呢？啊，这就是真心诚意，善乎即念。啊，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不能有妄想，不能有夹杂，不能怀疑，不能间断。啊，只要守住这个原则，不夹杂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这叫善护纪念，远离三途，不思邪物。这就是一即法师所说的心中有佛啊，只取菩提，心中有佛，叫断心。万缘放下了，这叫真意啊，这个意思更深。盖以唯取菩提，实称断心。这意思讲的是于无所求啊，这才真意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希求，这也是真的。能如是，
端正身心，自然不为中物。所以说，甚为大德了。大德，德之至也。啊，你的德行圆满，达到至高无上啊，成大德了。大德的根源从哪来的？端正身心，从这来。啊，自自然然的不造我业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下面一段，真实所以。啊，这就是提了个问题，为什么啊要这么做？所以这何？这解答：十方世界善多我少，亦可开化，唯此无我世界最为具苦。啊，善多我少，好教啊！一点都不难呐、啊。啊，这是说十方世界，念老引用家乡俗语，他途中，这是。泛指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圣缘啊，殊胜的缘多，容易成就。又复善报强盛啊，大家喜欢行善，所以做善容易。那娑婆世界这两种语言缺乏了啊，在我们历史记载当中能见到。中国古代历史里头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盛世出现，国家确实政治清明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和谐，啊，这是盛年，但是时间不长，汉朝以前的，这是古代啊，周朝有陈康、陈王、康王盛世啊，汉朝有文景之治，
汉文帝、汉景帝啊，出现盛世。唐朝有贞观、开元，贞观是唐太宗，开元是唐明皇。啊，唐明皇前一半盛，后一半衰落。啊，宠爱杨贵妃，造成安禄山造反。国运大衰，那宋元明清都有过一段时间的太平盛世。我们细心去观察太平盛世怎么成就的？都市教育，国家了重视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。啊，读书讲学的风气带动了，造成的。太平盛世，教学危险的。啊，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乱世。而且乱到基础，中国历史上没过，没有过，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。为什么乱成这样？也是教育造成的。啊，今天教育提倡以人为本，啊，重视科学技术，把自古以来伦理的教育放弃了。道德的教育不教了，因果与宗教教育也丢掉了。那人们学的是什么？整个社会都在学，特别是电视、网络。你看看里面教的什么东西？啊，把人都教坏了，人性本善完全不见了，所以人心坏了。中国古人说过两句话：子不教，人心坏了；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古人这两句话，我们现在看到了。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让我们亲自看到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子不教，人心坏了。我们现在重视儿童教育，
重视一个人，基础的教育，啊，古人重视，所谓是扎根教育。那母亲真正负责任，啊，过去男女有分，无伦理的说，夫妇有别，别就是不同的任务。啊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内比外重要，内出了问题，外面决定有灾难。啊，所以太平盛世是谁造的？女人造的，女人能够守住她的本分，相夫教子，啊，做先生的护法。我们用佛学的术语来说，他做护法。让你的事业成长，对社会做出好的贡献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把小孩教好。小孩的扎根教育，完全靠父母。啊，务必在小时候，从出生到三岁，这一千天，做母亲的特别用心，对小孩寸步不离。啊，一切不善的、负面的，不能让孩子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孩子所接触的伦理道德、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哎，他从出生到满三岁所看到都是这些，根深蒂固。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三岁看八十，意思是三岁根扎得好，八十岁不会改变。这是什么？圣人、贤人、大圣大贤怎么出来的？母亲教出来的，母亲负责人，为家培养人才，为民族、为国家、为全世界培养大圣大贤，这做母亲的人功德大了。孔子怎么来的？妈妈教的。孟子怎么来的？妈妈教的。啊，周朝开国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妈妈教的。妈妈辛苦，观看得很紧。啊，孩子从小完全受正面的熏陶，养成正气。
啊，他4、5岁就有能力辨别邪恶，啊，邪的不清净，啊，正的他清净。啊，父母放手，老师来教，老师继续要教。啊，这才能搞得成功啊！啊，今天要想再恢复到太平盛世，完全靠做母亲的人。做母亲的人不愿意干了，就完了。那就变成梦想了。梦想成真，全靠做母亲的人啊，牺牲自己，帮助孩子成身成贤。啊，救家、救国、救世界，这伟大的母亲。所以这些都是在基础教育，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真是根之根呐！啊，欲望要放下。一切从真心流出，欲望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很容易变质，很容易动摇，这最不可靠的。啊，因为现在人没有根，原本是个好人，想法看法都成真。但是一遇到高明厚利，马上就变形了。啊，他能说得出一套歪道理，堕落在财色名利的火坑里头。啊，将来的果报是三途，是地狱。啊，那么十方世界跟我们比，他的世界比我们好。是佛菩萨教的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佛菩萨也很负责任，为什么没能教得好？没有护法。了谁护法？过往大臣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把护法的工作付托给过往大臣，他们有大福德，有大威望，能护持正法，相得益彰。过往大臣不肯护法，佛菩萨也无可奈何。啊，
没有护法的地方，佛菩萨不来了，来了没用处。啊，来了还遭许许多多人毁谤。啊，不相信，这就加重他的罪业。佛菩萨不来是慈悲，不让你造恶业。你真正相信，真正护持，佛菩萨来帮助你，成就你。你不相信，你排斥，佛菩萨不来。啊，把你造极恶的机缘化解，不来呀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来不来，统统是慈悲。大乘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想要传统文化，佛菩萨就示现来了，不要，他们这些人不见了，找不到了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我们冷静细心都能看得出来，就在眼前。要自己会看，啊，开化，佛开导，教化。啊，下文，唯此无我世间，最为具苦啊。这个世间太苦了。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。令舍恶得福，我今于此作福。这个我，释迦牟尼佛自称。教化群生，令舍无我，去无痛，利无受，降化其意，令持无善，获其福德。念老的注解引用嘉祥法师的说话，想化其意者，悉心入道啊。这个悉是希望，就是发愿。令持无善，无善就是无戒，那获其
福德，加强素食。令持无善苦，顺教修行，静言与家乡都认为无善的就是无戒啊，福德乃善行及所得之福利。加强素食，获其福德者，举云尽二果，成其行也。尽果静言素食，有持无戒，于现在世深安无苦，缘故者呢得生极乐，定真涅槃。如经言素语，后生弥陀，终至涅槃。啊，现世安乐，身后往生，故人获其福德。这一桩事情，修无戒十善，真能得福德吗？真的，哎，没看到他做大官，没看到他发大财。世间人是用富贵作为衡量的目标，跟佛菩萨不一样。佛菩萨是讲他的存心，他的德行、感果来做目标，不一样。佛菩萨所求的不是升官发财，不是名闻利养啊，他求的是什么？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止于至善。用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定跟慧。清净平等是定，觉是智慧，用定慧为众生造福啊！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由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，由辟支佛提升到菩萨，由菩萨提升到佛陀，这是佛教弟子真正的福德。跟世间人不一样，啊，我们再往下面看，
静言跟加想，都说无善，就是无戒。福德，善行所得的福利。加想所说，获其福德，说缘尽二果，成其心也。尽果如经言说，有耻无戒，于现在世深安无苦。这个我们看到。我们自己这一生努力学习啊，学习无戒实行，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啊。那么现在是在这个动乱的时代，我们深谙我们没有苦，这一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居住啊，居住的环境是安定的啊，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是正常的。我们没有欲望，没有需求啊，三餐饭能吃饱，穿着可以保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很快乐啊！啊，每一天学习经教，念阿弥陀佛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真正做到仁者无敌，敌就是什么？敌对的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跟任何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我自在呀，我快乐啊，他批评我，他回报我，我听了之后想一想，有没有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，指责我确实有这个过失，我感谢他，我自己还不知道，他告诉我我要改过啊，没有这个过失啊，是他造谣生事的，也提醒我，我不可以有这种过失啊。去提醒我的人都是善知识，都是我的善友啊，一生没有怨恨，没有贪念，心是平静的，快乐无比啊。啊，要是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心上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我的警觉性很高，我学佛大概前些年，偶尔还看看电视新闻，十年以后至少有45年放下了
不看电视，不看新闻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只读佛经。讲什么经，我就读什么经。再看一些帮助我讲经的参考资料，与这些不相干的，统统放下了。手机放下了，清净很多。别人找不到我，我也不想找别人。我认为今天干扰修行，第一号的魔王就是手机。你只要有这个东西，日夜不安了。古人说得好，知事少时烦恼少啊，识人多处是非多，认识人多是非多，知事情多了烦恼多。古人修行喜欢闭关住禅，选择到人迹不到的地方，盖个茅棚，在那边进修，非常有道理。出家人真正修行不住庙，庙里面烧香拜佛人太多了，他怎么办呢？大概离开寺庙走路半个小时，不能太远，太远不方便。走路半个小时，外面建个小茅棚，在那边进修。交通不方便，一定要靠走路。车开不进去。你没有重要事情，你不会去找他。所以在大陆，过去这个大的寺庙丛林，附近周边至少有几十个小茅棚。茅棚是自己盖的，山上砍几棵树，砍一点茅草就搭成一个棚，在里头进修。很有道理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深安就没有苦。圆果者呢，得生极乐，定真涅槃。如经言书里的书，后生弥陀，终得涅槃。现世安乐，身后往生，这就是获其
福德，真正的大福报啊！我们自己要知道啊，自己要不明白，不肯真干，到最后还搞六道轮回，还转到三途去了，那真叫冤枉啊！这些呢都是自作自受，没有人劝你这么干的。你的善知识提醒你的全是正面的，一定要知道，人生苦短，100年光阴，像一滩纸一样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这过年马上到了，我88了，想到七八岁的时候就像昨天一样。八九岁我还是住农村，10岁才从农村搬到城市里面住。那个时候的城市，我记得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瓦斯，所以每一家煮饭要烧灶，烧柴火，水有卖水，在河边上一担一担那个水跳进来，有专门卖水，那个时候水干净，小溪里面的水可以喝，护城河边上的水都可以喝，都干净，没有污染。要我记得，我搬进城里，电灯没有现在这么亮，一般人家用的大概40支光，它就够了。农村的社，这个城市的社会比农村复杂，容易被染住。好在我们有10年，过的是田园生活，小朋友游戏在旷野。没有污染，这对我们一生产生影响。所以一切负面的、不善的，我们不必大人教，我们自己不愿意接近，不喜欢这些东西。
经上所说的无界是善，认真修学的人一定获得佛的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替自己想过，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，所接触的都是善人，纵然对我们有很深误会的也是善人，我们心目当中全都是善人，没有一个是恶人。根基浅的遇到高名厚利被诱惑的情有可原，他从小没有受过好的教育，根底不厚，这样都可以原谅的，不用怪他。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信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不要怪他，要原谅他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